第二题，苏俊将大理石和装有盐酸的烧杯放在天平上测量质量，已知天平测得总质量90公克，如图所示。此时若右边的砝码保持不动，接着他把大理石放入烧杯内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已经学过，盐酸加大理石会产生二氧化碳，是一种气体，而图示的烧杯并没有封口，所以气体会跑掉，也就是左边的大理石和盐酸，它会产生气泡，而质量会变小，那变成我们右边的砝码会比较重，所以它会往下倾。因此，第二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大理石和盐酸产生气泡变轻，右边天平会下倾。